言。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王惠美、廖正景、林明珍、郑汝芬、赖世宝、江慧珍等21人，鉴于新式车牌自101年12月17日开始施行，英文字母较旧式车牌新增1码，但因新式车牌未全面换发，导致新式车牌上路之后，游览大客车及大型重机车以及营业大货车、营业拖车等10余辆车将出现车牌重复的情形，与警察拦检或民众缴交停车费时容易发生混淆，不仅造成民众极大不便，更容易变成治安的漏洞。为了保障广大车主的权益，建议应于新制车牌加入车籍所在地、县市之地域识别，并能增加辨识度，强化车籍管理及治安维护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